你好，欢迎锁定最敢说真话的电视台一电视午间新闻，我是夏佳璐。今天是8月1号，夏佳璐主播台上的漂亮宝贝，伶牙俐齿的专业形象，使得她从出现在荧光幕以来，一直是许多人注目的焦点。无论是播报新闻到主持节目，也都非常出色。灵活战术，攻防兼备。来，准备，四、三。夏佳璐从小就是校园风云人物，从国小辩论比赛到高中一队，大学甚至接拍过广告，而现在也拥有一个甜蜜的家庭，在她的身上诉说着一个关于平淡幸福的故事。今天来到真情部落格的这一位来宾呢，他是我的好朋友，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主播夏佳璐露露。我们从过去的单位共事到现在还在共事，我看到他从一个新进的新闻人员，然后到他结婚，然后都生小孩，外表都没什么变，内心有没有改变呢？是有一点的。我们要请露露来跟我们聊聊她的故事哦。当主播都访问别人呢，对，你今天受访怎么样？心情如何？乱忐忑的，尤其来上真情部落格，因为我们家其实常常看金玉姐在这边主持的节目，比看新闻还要更频繁的看真情部落格。所以当一开始知道自己要接这通告的时候，心里头是非常惭愧跟忐忑不安，然后觉得自己很不够格这样子。露露她很客气啦，因为她绝对不会觉得语塞的，因为她以前是辩论比赛的冠军，这位主播很早以前，所以你以前辩论比赛的时候还被过日报报道过，那是我第一次上报纸啊。她是怎么写的？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然后就是一个辩论队，我们是云龙国小嘛，然后我们那个辩论队最后还台北市拿了第一名，然后我是主辩这样。那那时候因为我是戴牙套，所以他还写了哦，主辩夏佳璐怎样怎样，虽然戴牙套，可是口齿清晰啊，什么的条理分明，怎样这样子。那因为我那时候想说，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上报纸了吧，所以就把它收下来，还画红线，然后把自己的照片圈起来，这样子，黑白报纸，国语日报还有注音这样子。对，你在念研究所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别人看你会觉得你有点格格不入？我走路我就有一个习惯，我会常常低着头走，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去看到人家在看我。然后我常常就会发现，如果我这样四周张望的话，我就发现，哎，这个人可能在看我，那个可能还在看我，就跟人家不小心四目交接。然后你不晓得该怎么办？我就觉得说，有什么好看的？对，然后久了之后，我就会就变成自己走路这样，自己一个人默默的走，然后长相又长得不是非常亲和的一个长相，所以大家就会对觉得我很有距离感。对。我想你的亮眼啊，可能。你会从小还是外面比较多的压力啦，让你可能会觉得说，就是那种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好像都跟你长相脱不了关系。对，例如说你考研究所，那明明就都是笔试，人家就是说，哎，你们考这个所一定是有面试。但实际上我们考那个研究所它并没有面试这个过程。然后例如说你在学校啊，你跟老师之间互动啊，可能老师比较多跟你点到你的名字啊，或你的成绩怎么样，人家都会觉得说，哎，老师喜欢你，类似像这样子。对，应该很多人找你进演艺圈吗？其实学生时代就是有做 model 这样，但是就是 part time 的。进演艺圈我觉得倒还好。你有拍过广告？拍过，也不是什么很红的广告，所以大家应该都没有印象。那你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跟任贤齐一起拍系列广告。对，那是一个还蛮大一个广告案。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才刚上研究所硕一，
他必须要去上海，还要去澳洲出外景。然后他还说，就 casting 有上了之后，他还跟你说，你可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课程，可以上一些表演的课程、演员的训练这样子。哎，听起来其实好像还不错。而且任贤齐当时正红，就亚洲天王，对，你就觉得说，哎，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头我就想半天，卡在刚好他要出外景的一段时间，我们要期末考。那其实很多人就会选择说，那不然跟老师告个假，要不然你先考，要不然你后考补考或什么之类的，你就或者是先休学嘛，然后很流行这样。对 ，maybe 就会这样考量。可是我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既然往演艺圈这个方向不是我要设定的目标，我现在我还是想要把书念完，把这个学业完成的话，这就是原则问题。我即使我这期末考不考，我还是有办法把它补回来。其实老实说，你对你的成绩可能不一定有百分百的影响，可是因为它是原则问题，原则就是我是个学生，我就应该把考试考完，我会这样想，所以我那时候就把那个机会放弃掉了。你不会觉得可惜吗？先回头想。不会，因为我觉得其实你每走一步每一步的安排啊，都是有原因的，只是你不知道。没有进入演艺圈，夏佳璐在主播台上找到了自己的舞台，亮眼的表现使得许多人刮目相看。但是在刚踏进新闻圈之初，她竟然大胆地拒绝了主播的邀约。她就回来跟我讲说，他们老板叫她当主播这样。我跟她讲说，你要考虑哦，你才刚进去，我说你基础都没打稳，记者在干什么你都不知道，而且你又不是读传播的，我说你没有先自己站稳脚，你就这样子，我觉得蛮危险的啦。大概很少人会，人家找你做主播就拒绝嘛。他跟他老板拒绝。当他拒绝说做主播的时候，我们主管还有在一起讨论说，为什么他做主播？所以这个印象我非常深。他不是像很多女孩或者男孩，就是来应征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做主播。所以他每个人训练自己的口条，训练自己的人，然后这个训练自己的表情等等。他不是，他就是很简单，哦。但后来当然我们说服他做了主播，他在主播上做的非常的表现，非常的好。就发 CG 或走板，来不及的话，你就口头上就说一一人力银行要发钱。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夏佳璐，面对全新的训练与挑战，努力不服输的个性使得他从靠脸蛋的流言蜚语中跃升成实力派的新闻人。他对工作的配合度很高，然后曾经到华府那边去工作，那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配一个摄影给他，那他就也是，他本来是一个文字记者出身的，那我们文字记者就是采访写稿，所以他还要开始去学拍摄，学剪接，学传带，那就自己一个人扛着台小机器，就这样出去做采访工作。有大主播、小主播，有的大主播他其实是身兼制作人，他必须要把这节的新闻全部展现出他个人的特色。这个时段就是我的舞台。那以他来说，他还不到那个资格，对不对？还不到那个资格，所以可是他会对新闻上他会有些要求。哎，那时候跟他共事的他的时段的主编，他会想办法说服主编说，哦，这个新闻我不要这样上，那个新闻不要上。他其实已经有那个，你说他很大牌不是，他是很 他有他的主见，他有他的想法，他的知名度绝对是比我高，所以别人认识我有时候不是先认识我，是先认识我的太太，然后甚至在外面的时候人家要介绍说啊，这个是某某人，那他太太是谁？那其实我那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我，对不起，我是夏先生，我就是这样讲。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就心态上面其实是有点矛盾，可是还好我不会太难调试。其实我们在新闻圈都知道嘛，新进记者啊，有一些人可能有潜力，就会抓去试镜什么的，但是拒绝的人真的在很少数，很少数。我原先设定根本跟主播是，我想都没有想过。你想到对岸去驻点？ 对，我想都没想过我要去做主播这件事情，所以我本来就是比较想要去跑线，比较想要去新闻的第一现场那种工作，就想要做个记者而已，很单纯。所以当真的有那个机会来的时候，我现在知道那是一个机会，而且我现在我也非常清楚知道那的确是公司非常看重我，给我这样的机会。以一个新人来说，他
开阔了另外一个阶段的视野，是完全跟在当记者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因为、你在当了主播之后，某种程度你代表了公司的形象，所以公司有一些特别的采访计划就会让你去。如果我还是一个小记者，其实我根本接触不到这样子的采访计划。所以因为这样子，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也是不错。对、不过这么快当上主播，你有没有考虑过可能会招惹到旁边的人之类的？我想应该是有。嗯，可是我感谢神，就是他让我耳不聪目不明的，所以我也搞不清楚。就我是属于那种，除非你在我面前对我破口大骂那一种，所以我都说我自己是，反正就八卦边缘人，我所有的消息大家都传不到我这里来。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有很多话是很伤人的呀，就是你真的假装神经大条听不进，耳不聪目不明，你还是会觉得怎么会这样？比如说你要那个硬灌什么花瓶主播什么。但久了就说就也会自嘲啊，例如说我女儿在那边抓我脸的时候，我就跟她说你不能抓妈妈脸，妈妈是靠脸吃饭的，这样子。或是我朋友也会，或我家里人也会，当然自己心里头也会受伤了，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人家永远都只注意你长那样子。我也很感谢我爸爸妈妈给我一个长相，我觉得这是我达到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人家要说是成就也好，虽然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觉得那的确是给我奠定很好的基础。可是那只是就是一个基础而已，你之后你要盖楼，你有这个基石，你还是必须靠自己努力。但我就可能必须要做到120分，人家可能只有看到你80分或70分，因为剩下人家还是只有注意到你的长相，这的确是还蛮困扰的。对，但是久了之后呢，你就反正大家也会劝你，然后有时候家里人觉得看到你好像也觉得很沮丧，他们就会跟你说，那最起码你还可以做花瓶啊，你看我连花瓶都没办法做呢，这样子。你这样说也是有道理，反正我很容易被说服。会像你这么溜啊，你吃螺丝的情况是大家很怕的，但你最怕的其实是跨年倒数。那因为我数学实在是太烂了，烂到一个爆炸的烂。然后我一次进去，我就想说，而且我还看错，因为有一个是倒数几分，一个是现在是几点。就我还有一点错置的状况下，我就想说，完蛋，现在到底是还要几分几秒？就看他们现在还有倒数，3个小时，2个小时，那这样讲半天喘不过去。数学很烂，我大学的时候数学只有考19分。哇，可是你其他科目很强哎、所以我还是勉勉强强进了一个公立大学，但数学实在太烂，而且我那时候还记得我数学明明没怎么烂，其实也是有一些粗心。然后我那时候考完出来，我就其实知道不大妙，我就其实那天就哭了。然后隔几天心情比较好一点，我学姐打电话给我，她是台大法律系的，就是成绩超好。她说怎么样，考怎么样？我说我完蛋，我说我数学超烂。她说你数学几分？我说我算大概只有15分。她说不可能，而且她斩钉截铁，因为她是台大法律系的。她说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也只有我数学大概30分，结果我出来70几分什么之类的。所以她说我跟你讲不可能只有15分。我想好吧，不可能不可能那样子。就成绩出来之后，我打电话给我学姐，我说学姐真的不止15分的。他说几分？我说19分。但是这到后来，其实在跑新闻当中，还是重要的是你背后你的兴趣、你的天分，然后你愿意拿出来的努力嘛。像你在美国，刚刚记者倪佳慧就有讲到，其实你很努力在学，比如剪接啊、自己拍摄这些事情。那段时间其实我本来是要陪我先生去，我先生在那边有一年的研究工作，然后我们才刚结完婚。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他以他的工作为主，后来几乎都是我在出差。然后又因为那时候刚好是2005年，王金明因缘际会，他因为替补的关系，就有他上来洋基来投球的那一年，一上来结果成绩就非常好，然后大家就非常疯狂。所以像那种 hot news 啊，你一定是要赶时间的，一定是台北马上就要的东西，就是非常有竞争压力的这种东西。然后我那时候刚好就在美国，然后就跑他就是投一休四，在不同城市，我就跟他不同城市跑。那其实很多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去什么都搞不清楚，然后我那时候在美国我也没有驾照，然后你必须要克服的问题很多，包含你怎么从机场，而且尤其我又一个人，你怎么从机场要到球场，然后你订了饭店，那因为我们都是用网络传单，你还必须去确保那个网络都是 OK 的，所以中间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情形。你即使说我先订房之前我先跟饭店 confirm 你的网络怎么样，他跟我说 OK 去都蛮不 OK， 因为我那时候住在 DC， 我们最常出差的地方是在纽约。然后你纽约去了几次之后，你就知道说，哦，这家饭店上次网络传输状况还不错，我下次我就去订同一家饭店。可是谁知道说，那还有关乎于，因为他们是无线网络，还关乎于他基地台架设的位置。可能我上次订到那个房间刚好距离他基地台很近，所以网络传得很快。那
我结果接下来这一次订的就离得很远，就我居然网络传就传不过去，那时候真的急得跳脚，就是快要烧起来这样子，完蛋。然后时间越来越，因为中午台北中午十二点嘛，那时候半夜十二点嘛，所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哈 news 一定要赶快先传。就开始捧着电脑 notebook 开始捧，就很像地理师的罗盘一样，对，去找信号比较强这样子，所以在外面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那时候不是我先生去，理论上是陪他去，但后来都我在工作嘛，所以后来那个场景就很好笑，我就真的拎着我小皮箱里头就是一台小机器，然后我 notebook 这样子，然后非常简单的换洗衣服，然后就拎着出门，干拜拜，这样出门。男同事就送我，骑摩托车送我回家，然后。在巷口，说巧不巧，正好碰到我爸，然后我爸就把那个车窗摇下来，这样，那时候还不是按电动门，还是摇的那种，然后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就呸，我想说，完蛋了。夏家路的成长岁月一直是众人的注目焦点，而背后支持他的是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在家中被当成掌上明珠的他，与家人有着浓的化不开的感情。我觉得我的先生哈，他其实他对女儿比对儿子还要好，哦，常常女儿一讲什么，然后要干什么事啊，或者要买什么东西啊，他就会放在心里面，他会去想办法，就是去买啊，或去弄来。像你说小鹿，你知道英非凡那个英文班不是很有名吗？都晚上要去排队啊，三点钟几点钟要去排队的。爸爸就带他一起，就两个人就去排队。爸爸很默默的爱着他，又不敢讲得太大声。因为鹿又不是那种很小鸟依人或是很女性化特质比较严重会跟爸爸撒娇的那种，对，可是他表现出来就是让父母很放心的。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也是集体出游，我们去台东吧还是花莲，然后刚好遇到他爸爸出差到那边，然后就有很多朋友，然后本来就是打个招呼嘛，就说哎，我刚好也到台东玩这样子，结果他爸爸就非常热情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的朋友，然后他也招待好多人来，然后我们一群人就被他爸爸全部灌醉了。他爸爸非常的疼他，然后也很保护这个宝贝女儿，所以当时许多男生追他一直到大学甚至研究所的时候，都他爸爸都很生气有男孩子来靠近他追他。以前交男朋友的时候晚回来他就拿个警棍，因为我妈，我现在是警政人员嘛，警棍那么长，在楼下就哐哐敲地。我打电话跟小鹿讲说：“小鹿，你爸爸坐在门口，我说他好送到巷子口就好了，你就可以走进来了，不然被逮到会被修理哦。”他两个吵到要出去，你知道吗？小鹿要出去，我说你不能出去啊，然后我爸爸要揍他，我就挡在中间。你知道那个爸爸气的哈，一拳下去把那个浴室的那个木门打破了呢。你看那一拳多重，要是打在人身上的话，大概不晓得会怎么样。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的难关实在太多了，所以到我身上之后，感觉起来就是说，前面的人已经前仆后继的死在沙滩上面了，所以相对到我的时候就比较好一点。我觉得我尽量让他感觉到说，其实我不只是就是说爱他的女儿，其实我对家人也是一样的。那就是我岳父他话不多，但是你就跟他喝高粱酒就对了，所以就不用讲太多话，就是喝高粱就对了。先生很有心机哦，对，爸爸很保护你哦，他太爱我了，因为我们家好几代没有女孩子，所以我是第一个女孩子，就很受宠爱。嗯，可是怎么样，吴家有女初长成嘛，嗯，所以在那段时间，其实你们很多难关，对不对？
冲突非常之大，就像我妈刚才有讲的，有一度就我爸非常生气，把门都打破，然后我其实那时候也是在准备款款，很想要离家出走了，因为就冲突很大。就是你爸最气那一次，然后你也跟他杠上了要离家出走那一次，是因为他撞见你打工的同事送你回家吗？对，那时候打工在餐厅打工，晚上比较晚回家，然后那天呢，就男同事送我骑摩托车送我回家，然后在巷口。说巧不巧，正好碰到我爸，所以他不是拿着警棍在等的时候，是巧合。不是、嗯，对。然后我爸个头很高，180几公分，然后很壮的一个人。然后我爸就，而且我爸凶起来超凶，超凶。然后我爸就把那个车窗摇下来，这样。那时候还不是按电动门，还是摇的那种。然后就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就呸。我想说，完蛋了。而且我现在讲我还可以笑，我那时候真的超紧张，然后我就跟那男生说你赶快走，他就油门一吹就走了，然后我爸就在后面啊，他就油门一踩就跟着上去了，去追他就去追他了。然后我爸回来，他也是火冒三丈，气到一个不行，看到女儿从男生摩托车下来，非常非常生气，然后他就说那个以后不准去打工了，这样。然后我就说我偏要去你怎样，这样，然后就啪打下来。然后我想说没关系，我让你打好了，反正那个我也不能回手啊，你打你高兴你就打，打我就要走，这样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就很气呼呼，然后跑到房间去要包包款一款，对，就在款包包，然后就接我妈刚那一段，我就在中间挡啊什么什么，爸爸就很生气啊什么什么的。哎，你爸吓跑很多男朋友吗？我爸吓跑很多男朋友吗？就战死沙场的，你现在形容的那些，我觉得大家其实心里头应该会有一些恐惧吧。不过因为我妈扮演的非常好，廖贝亚的角色，也不是廖贝亚，她是我的非常好的那个支柱，这样子。就我妈她真的是常常打电话会先跟我通风报信。对，可是妈妈更厉害哦。妈妈听说觉得这个男朋友不适合你的时候，她会帮你祷告，她帮我祷告。对，而且我这也是事后才知道，就妈妈为了我要结婚的对象，非常热切的帮我祷告。所以他不是来明的，他是来暗的，可是最有力量的这些。对对，然后明明就觉得这个不适合，也不可以去阻止小路，所以我就祷告说啊，如果上帝啊不合就分吧，就分了。对， 对， 对，就这样。好，原来是这样的，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分手，不是我把人家甩掉的，是上帝把他们甩掉的。不过那时候妈妈夹在你们中间，她会很为难啊。我想她应该是，可是她劝爸爸爸爸听吗？我觉得我爸那时候在气头上是很难的。其实孩子长大点，还有点自由，什么他听不进去。没办法，没办法，不可能的。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爸状况还不错，我就想有点像是开玩笑的方式跟他讨论这件事情，也没办法。我记得我有一个表姐那时候要结婚，26、27岁的时候，不是她26、27岁结婚的年龄。然后我们就收到喜帖，我那时候还讲说啊，哦，这么早就结婚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爸就说，哎，那你以后就不用那么早结婚呐、啊？什么你以后就不要结婚？我爸说那你以后不要结婚。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就想说气氛还不错嘛。我说那我不结婚，以后你们老了谁来照顾我呢？然后我爸说，你可以跟夏家里，就跟我妹，你可以跟你妹两个人互相照顾彼此啊。他的意思是你妹也不用结婚了。对，他是说你根本不用考虑到结婚这件事情啊。后来关系到底什么时候才变好的？就是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就很多的长辈，很多的叔叔伯伯啊，家里啊，妈妈奶奶都是觉得我爸这样实在是不行，因为这女儿的确是长大了，你总有一天要嫁人，自己成立自己的家庭什么的，所以就花了很长时间跟我爸讲啊讲啊讲啊讲，好几年。对，到我跟我先生交往的时候已经这样状况大概已经有七八年了吧，沟通了七八年有了。但我记得我先生，我跟我先生要跟我爸讲说我们要结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先生要开口跟我爸提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先预告了，我们有跟我妈跟我奶奶讲了，就说我们在今天吃饭，我们大概会要讲这件事情。我记得那是午餐，我们本来打算一个午餐要讲，但是因为那天晚上我要上班，就我下午就要进公司了，晚上要播报，所以午餐的时候，我爸大概隐约的感觉到气氛不大对劲，他就一直喝酒，他一直跟我先喝到害怕啊，就什么都不用讲了，所以他就躲过，我爸就躲过，就我们就没有机会可以讲。后来我就去上班了，反倒是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先生自己单独后来在晚餐时间跟我爸讲的，对。那因为旁边又有妈妈奶奶呀、啊，想出包围城市的方法，逐步的攻破，然后他们两个就在旁边附和啊、拍手啊、这样鼓掌叫好什么的，反正就后来就。所以现在你的老公跟老爸的感情，我觉得还不错哎、欸，而且我很意外，就是我爸还会跟他开玩笑这样，还会被他逗得这样笑呵呵这样。
我现在如果 A 我爸的话，他们两个有一些蛮有，因为他们俩其实很妙，他们两个喜欢吃的东西还蛮多是一样的，他们有时候会去抢东西吃，就还很好笑。那妈妈呢？妈妈跟你之间的感情？我妈妈基本上对家里三个孩子其实都差不多，她都一直很照顾我们，然后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她都非常非常支持我们。我觉得像妈妈是很贤惠的，对对对，然后非常任劳任怨，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对不起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妈妈很啰嗦，我们有时候讲话就会啊，我念啰嗦很烦这样，我妈都默默的隐忍吞得下，隐忍，然后大小事为着你们好还是照做，对对不对？对。寒梅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声敞开。2004年圣诞节，夏家璐与相识多年的学长结婚，让许多喜爱他的男性朋友们扼腕不已。但是在婚姻里的夏家璐也面对新的生活形态与两人世界的酸甜苦辣。当然他们有一些房贷，然后有一些要小孩子的，然后他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他必须要做一些牺牲。但是那天我就跟袁明谈的时候，因为家璐还很喜欢这些名牌的这些衣服啊这些东西，他说我还是要压紧牙根，很贵的东西我还是要买给他当礼物，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他们目前来讲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动作。我每次私底下都笑露露说，其实你很 man， 就他的个性比较男人。那我不是说他老公的个性像女人，但是他老公比较纤细一点，比较仔细。那其实跟露露的这个性格就是刚好做一个互补，因为其实露露就是很冲啊，动作又很快，很急惊风。那他老公就是个慢郎中，如果他们两个一起要出门，那个准备工作你就知道，露露就是早就准备好了，他东西收噼里啪噼里啪就收完了。可是他先生就会东摸摸西摸摸，那因为露露，我们如果这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其实大家都很多都是记者，然后记者的性格就都很急，所以我们就每个人就看着他先生就说，他怎么这么慢，他可不可以快一点。其实我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彼此个性的差异才会互相吸引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刚开始两个人差异是很大，然后因为差异还会造成一些摩擦，可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就逐渐就两个人会互相透过沟通的方式，然后互相用比较幽默比较开玩笑的方式去取笑对方另外这一点，然后在生活上面其实这反而是一个互补的作用。譬如说有时候他会觉得说我太慢了，对一些事情迟迟无法下决定，他会觉得说我有点犹豫不决或处理得不够明快，他会催促我。但有时候我觉得他对于很多事情他太急躁了，然后他可以事缓则圆，可以慢慢的等一段时间之后再看会怎么样子，我有时候也会去规劝他。所以反而就是我们两个人这方面是有点像是互补，然后互相替对方，不管是做的任何决定或者是做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扮演一个建议者的角色。你跟老公的个性这么南辕北辙啊，那他怎么追到你的？他怎么追到我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是因为他非常阳光，然后我们常常一起出去玩，去外面烤肉啊干嘛的，然后我觉得他非常上进，然后我很欣赏他这一点。就是现在很多男孩子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工作之后他就不会再想要进修啊看书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是非常 push 自己的一个人，他就会逼自己不断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虽然是急进风，但是生活上有时候是一个懒散的态度，然后碰到一个有上进心的好青年的时候就非常具有带动的作用，就是好，我也要上进一点这样子。可是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步调差太多了。真的，我以前都急到这样子，都觉得就有一种那种很扼腕这样子。像如果我开车啊，我看到黄灯、绿灯转黄灯或者倒数秒数，我一定是加快想办法过去。我先是看到黄灯、绿灯转黄灯，所以其实你黄灯还有段时间才红灯嘛，他就居然就踩了刹车就停在那里了那一种。所以其实我坐在他旁边，我就知道说他一定会踩刹车，然后但是我心里头又很想他过去，我心里想过去，哎呀，踩刹车。对啊，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真的给他生活上还蛮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家的厨房是开放式的，对。
对，就一个吧台，所以我们从玄关探头一下就可以看到厨房的状况。那之前我有一段时间上早班啊，我动作真的很快，我可以上班前一个女孩子，我上班前半个小时起床，我就可以打理全部东西，然后半个小时间刷牙洗脸上厕所啪啪啪，然后就等着出门。我现在早上五点起来耶，还是要我等她哦。她就是早上五点起来，可能要不晓得种花食草还干嘛的，然后可能要喂狗遛狗，然后她说她要灵修啦，她要看圣经啊，要读书啊，然后她一定要泡个咖啡，然后给自己准备一点早餐，可是都来不及吃，因为我已经在那边等着要出门，而且我全身都穿好，鞋子都穿好，就站在玄关那边，而且我就一脸很臭这样，因为我很不喜欢迟到。然后我那天就为什么发现说我给她压力很大，因为我就探头看了一下那个厨房，我想说你到底在厨房在干嘛，为什么还不快一点，就发现她西装笔挺啊，穿着这样子，然后打个领带，然后手上还拎着她的公事包在那边塞她面还没有吃完的杯狗，快要噎死，这样哗啦这样塞我就觉得那个画面非常突兀跟好笑，所以你心里又心生怜悯，想说我就不要再催你了吧。对，我想说我真的也给你太大压力了吧这样你是这样会吵架吗？会冲突吗？会，脸会臭，但是不至于到冲突，但是你就知道他就是那个个性啊，你就爱他，那你没办法，就全部嘛。可是你也对他还是有很浪漫的举动啦，哦，比方说结婚周年的卡片，让他就感动到现在都还很难忘怀，觉得你好棒，就是把我们从应该是从他跟我求婚的那个晚上的照片开始，就搜集一直到我们那个结婚周年，然后挑出一些比较具有特殊意义的，或我们去哪边玩的，挑了好几十张，然后把它做成一张卡片这样子，然后中间写 Happy Anniversary 这样子。那他做过什么事情让你感动不已的？他其实他非常省的一个人，可是他真的是，如果说我真的很喜欢一个东西的话，他真的是会买给我这样。哦，我刚辅导讲的，对对对，会咬牙买给我。然后他对于家庭啊的付出，真的是让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的工作常常作息很不正常，然后他为了要去配合我这样的作息，其实他牺牲自己很多，然后常常他也会跟我，老实说他也会有所抱怨，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有时候在考量很多事情的时候，他不是第一优先考量，尤其现在还有孩子，我可能会把孩子也都放在他前面，对，他就会有一些抱怨。然后后来我也想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我觉得归根究底是因为他让我非常非常的放心，因为我知道我不管怎么样其实他都会在那里支持我，这样一定会陪着我，所以其实他在这方面给我很大的安全感。那很多都是，其实如果真的要具体讲一件说哦非常窝心的事情啊，然后说他常常会做一些事情，我会觉得啊那安呢这样，或他送我一个礼物，我会觉得哦我又不喜欢这个之类的。可是这是每天今年累月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伴侣。不管是你在感情上、生活上，我常常在，因为我一般都是晚班，我都很晚睡，他都睡得比我早，所以我常常在他睡觉，他已经睡着，我就看着他，我就真的为了上帝给我这个伴侣，我就觉得非常感谢，我觉得就啊感谢主啊这样子。对，你帮我，你配给我的一个非常好，你帮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伴侣。不管在信仰上，他其实他比我晚信主，但是他都反而是一个带领我的力量。那信仰在你们的婚姻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信仰角色是在于我们，特别是在于我们有冲突的时候，那个角色会特别凸显。而且这非常棒的是，我们从这个婚姻的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透过信仰，我们透过教会的辅导来认识彼此，更深的人，但我们本来就认识彼此，但是你要成为夫妻之前，有一些可能跟原生家庭有关的根深蒂固一些观念的，我们也有做婚前的辅导，对，然后教会辅导也有帮忙我们彼此的更多的了解，甚至到现在我们如果有一些事情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或干嘛的话，辅导都会协助我们。对，我觉得最棒的是你不管从圣经上面你学习到了很多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那是一方面，那实质上生活上你教会有很多的传道师母，他们其实都给你们很大的帮忙，我们如果常常去跟他们聊天，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现在生活情况碰到什么样的障碍，
他们曾经也经历过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都可以帮自己做一些调整。有一天在工作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坐，然后我没有办法站起来，哦，没有办法站了，对，就是我要站起来之后非常痛，就是压到神经，然后每一个动作的移动的过程，就是我要踏出去第一步也特别痛，我要坐下来那个关卡特别痛，我要站起来也是特别痛，很痛很痛很痛，痛到受不了。夏嘉璐除了有成功的事业、贴心的丈夫，现在还有个可爱的女儿。以前一直在事业上冲冲冲的女强人，回家拿起尿布奶瓶当妈妈，又是个全新的体验。那原名她很喜欢小孩，她说越多越好，三个、四个、五个都很好，但是嘉璐就不太愿意有小孩。在婚前他觉得小孩，我想现代人都知道嘛，有小孩你要负担经济上的负担，你要花很多的时间，要很多的精力，特别是他的工作的时间所需要他的全力以赴，他觉得生小孩可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我们会跟他讲，事实上很多时候如果你真的是相信神他会为你安排一切的时候，那你不要过度的担心。后来慢慢慢慢加入就同意了，然后他们就真的就有一个小孩了。他生小孩的时候，在医院的时候我去看他，我觉得就是很可爱。他一看，他刚才说这个就要抱着让我来看一看啊。然后到美国，他小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他会把照片这个送给我，或者拿或在他手机里面给我看。我觉得他非常 enjoy 做一个妈妈。他就是个妈。他真的是个就是一切以小孩为重的吗？像他就很骄傲的跟我们讲说，哇，我都不知道哈，原来我可以用嘴巴吸小孩的鼻涕。就是说他在当妈了之后，他跟我们讲话的话题重点其实都是小孩。像他们这一次他去华府跟着他老公去大概四个月吧，本来是他跟小孩要留在台湾的，就后来老公就决定不要一起来好了，因为看不到小孩成长，这四个月可能小孩从会坐到会走路、会爬、会什么都有可能。对，那陆也想想，因为其实要中断工作，我觉得有时候需要一些勇气吧。对，因为你四个月回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而且你要全职照顾这个小孩。对，那我觉得他好像想想，他也没有去考虑到，应该是说小孩的需求摆在前面嘛。对，那觉得小孩也需要爸爸一起参与那个过程，所以他们就一起去。他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妻子，他也许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这么的按照一般的家庭主妇，就是一般的看法，就是说朝九晚五，然后就是在家里面当个全职家庭主妇，或者是说他就是说在每天小孩子譬如说要吃的东西，要帮小孩子弄东西弄得这么好。可是我觉得他对在他有限的时间跟他的精力情况之下，他对小孩子还有对整个家庭投入非常多。你当时为什么会不想生小孩？就觉得自己两个人生活很好啊，然后我先生你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我也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我们两个一起生活也不会是负担，不会是彼此的负担啦。但如果有一个小孩，你就一定要照顾他，而且小孩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决定，就一旦生出来之后，你就一辈子不能说不要。对对对，你也塞不回去，你就一辈子要去关心，一辈子的付出这样子。所以你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跟老公在这一个关卡上面有争执过？我们对这个大概是最大的一个部分，应该不是说争执，但是就是不一样。其实我跟你讲，我第一次也是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糟了，我不能念博士班了，我不能出国去采访了，对，就一堆自己的想法，对。可是我当下就有一个很奇怪上帝的感动进来，就是说，孩子你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你已经在爱他了，对啊，你本来可能思考的跟你当他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没错没错。
就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就是我说你变的地方，真的哈、哦。嗯，对啊，其实到现在你真的为他，你要付出很多，你睡眠时间真的变得很少，但是你都是觉得很甘愿。怀孕的时候是不是还列了一堆？啊、哦，对小孩的期待啊！因为有个教会师母，她那时候跟我们说，你要大胆的为这个孩子求，然后叫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对对对。然后那天在聚会的时候，我就喊主啊主啊主啊，喊完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来的平安，那种圣灵充满的感觉，我就很想流泪，就只喊那三声主就很想流泪。我就非常清楚的知道说，主啊，我为这孩子所祷告求的这些，你都应许了，这样子就很清楚。出来之后我所求的，因为我很怕小孩哭闹，所以我们家小朋友是个性非常稳定、哦、对，他真的好乖哦。对，我那时候求的时候我就说，主要可以给我一个个性稳定的孩子，他出来就是一个个性稳定的孩子、嗯、然后就是很逗，就笑，而且他是眼睛会笑，眼睛弯弯的那一种。对对 对, 对，我就觉得他不是那种一看哦眼睛大大的很漂亮那种可爱小女生，但是他就是有人缘的那种。对，你跟他相处就觉得说他很讨喜，就觉得啊你好好笑哦，这样子好可爱哦对，你怀孕的过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就是你本来有神经痛的问题。 对, 对, 对，到了大概七个多月八个月左右，有一天在工作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坐，然后我没有办法站起来。我哦，没有办法站了。对，就是我要站起来就非常痛，就是压到神经、嗯、然后每一个动作的移动的过程，就是我要踏出去第一步也特别痛，我要坐下来那个关卡特别痛，我要站起来也是特别痛，很痛很痛很痛，痛到受不了。然后就想说是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就后来就去看医生嘛，医生就说啊，这就是压到神经，啊，你肚子长到了一定的大小，嗯、可能就不小心就压到了。对，那我就问他说，嗯、那是小孩子，如果你给他瞧一瞧，换个方向，换个姿势就好了吗？他说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说因为你是子宫去压到，就像你水桶就是这么大，里面装水，水不管怎么样，水桶都还是在那里。他说所以你现在就是压到，那怎么就给你开点止痛药嘛，然后就生完就好了。所以意思就是说得要等到生完。我想说怎么办、啊、我还才七八个月，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我还要上班。对，我就非常的困扰，然后觉得很担心，因为那个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但是真的非常痛苦跟难受，所以就想说那还要继续上班怎么办呢，就没办法。后来教会的人开始有听到传道，你开始听到这消息就帮我祷告，然后大家都帮我祷告，来家里帮我祷告，或是打电话帮我祷告。好神奇哦，我到了隔天我就不痛了，就是有一点点感觉酸酸的，然后再隔一天就健步如飞。哦，真的哦。嗯，而且就那段时间你放下主播工作，真的放到美国去带他，每天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啊、真是比工作难不了几百倍。因为我工作的时间我还是有一些空档啊，我可以跟同事聊聊天啊，喝咖啡啊，我干嘛的，我甚至我电脑我收上也没声啊，就是总是会有空档，而且会有四周有社群，你有同事在身边，大家哈拉一些。没有带小孩都没有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每天就小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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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二十四小时他张开眼你就是在那边那样子，然后他一睡觉你要去忙别的事情，要可能去帮他洗奶瓶啊，料理一些他在睡他醒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然后你要去哪边你都要考量那个环境适不适合带他去啊，就是走到哪你都得要让他跟着你，二十四小时的像你的影子，我们俩就是生命共同体，永远你在，妈妈在，妈妈在，你也在，这样。对对对。你觉得有了小孩之后的下家路跟以前的下家路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我以前没办法想象哎，为什么当妈妈之后大家都没有，都是小孩就是第一位，第一位，什么钱都给小孩花啦，东西都买最好给他，什么什么之类的，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现在就终于真的是懂了为什么，而且我觉得我有更强烈的同理心。去看待一些比较需要照顾的人，嗯，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也还在一个学习的阶段，怎么样负更多的责任，对，不管是做一个妈妈的角色，或你一个社会上的某种阶级的身份，怎么样去学习负更多的责任？就发现看事情角度也不一样，而且那种付出的责任的付出，是你没有求任何回报，然后你是心甘情愿，然后是甘心乐意的。我们在主播台上经常讲，就是啊，新闻里面的内容，对，很少让观众朋友了解我们的想法跟心情。没错，用这个机会，最后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讲几句话吧。我是一个从小就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跟神的关系，一直到特别是我有小孩，我进入婚姻跟家庭之后，
才更加明了。我在我以前，我根本，我老说我不大敢大声的去宣告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很怕我做的一些事情不符合大家对基督徒的期待。可是我现在学习，我觉得我必须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以及自己跟主的关系。然后当我学到越多的这种把自己交托出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真的太美好了，你就会越有信心，因为主真的是你就是开叩门他就给你开门的主，你去寻求你就会寻见的主。对，所以我觉得我很感谢，而且我觉得我一直备受恩待，就是我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然后一路平平顺顺的走来，然后到现在，然后主还一直给我很多很多。对，我希望我能够有更多学习，并且以后能够把这些东西，也金玉姐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模范，真的就是以后有这样的力量，可以把更多东西，然后更好的福音带给其他的人。对，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你的祝福。谢谢你啊，给我很多的支持，然后也很多的鼓励，然后当你的朋友还蛮幸福的，然后也希望你呢之后在工作啊，在家庭啊都能够非常顺利。当然咯，还有我们要在一起变老。加入你最让人羡慕的是你身边有很多爱你的人，那你也很爱你女儿，所以我希望你女儿跟你还有你们一家都能够在这么开心还有爱的环境里面一起成长。露露，简单自然善良，那是你的特性啊。这个未来的职场当然一定还会有很多的挑战，家庭生活一定有很多挑战，可以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啊，我觉得你会做得很好，在任何方面。我知道最近你在内心上有一些的挣扎，但是我相信这些事情都是神允许发生在你身上的，所以你只要继续的在神里面来追寻他的平安跟喜乐，我相信你跟渊明之间的这些争执都会带来给你祝福，而且将来这些的争执带来的祝福也会变成别人的祝福。祝你们再多生一个还是两个孩子，然后你的生命会更成长，更加倍的成长。我知道他很辛苦，那我觉得人都是互相，就是要互相包容，有什么事情就是要互相的包容，然后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想，那有一些软弱挫折放在祷告里面，因为主是大有能力的，他会让你的福杯满溢，他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尽管跟他求。嘉露，非常感谢你这段时间为了家庭还有为了我的付出跟贡献，也感谢你这么的爱我，非常幸福有你这个太太在我的身边。就像我那时候去美国的时候对你讲的一样，我们一家子一生一世都不分离，那我也要照顾你一辈子，你是我这辈子的最爱，谢谢你。好了，那讲一点话给老公吧。太感动了，因为他每次都讲说我们一家永远不分离，我都想说他在开玩笑，有时候我会觉得，可是我觉得真的我最感谢的就是上帝有给我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就非常谢谢他，不管在家庭上工作上对我的支持方方面面的。对，其实夏嘉露大家会觉得她是天之娇女，没有想到也有家庭革命，觉得她一帆风顺，但是因为她在保守当中，也因着她节制而温柔的心一直在做忠于她自己的决定。我相信上帝给她的祝福不只是爸爸妈妈和老公，还有她可爱的孩子，让她去体会一种更宽广的爱。我们看似是在牺牲付出，但是换回的是一种无可言喻的爱。所以露露加油咯。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云。也许你的成长中间家庭就是一个基督的家庭啊，基督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是信主，从小在教会，但是不温不火，就是这样子，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当你遇到一些事情，或者你感觉到自己
想的不够周全的时候，你重新再看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神跟我们人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夏家路姊妹，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主播，哎，她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这么有智慧，各方面的都很能干，又是学社工，这个研究所又读这个这两岸关系，但是她跟主的关系就是那么亲密。不仅如此，跟自己的先生也让他进教会，自己的全家以基督是他家之主。朋友，我想到你，我不认识你，但是我知道你需要主。也许你过去在很多的信仰中来回的游走，但是你得不到实在的那份平安与喜乐。朋友，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好吗？为你，我为你带到，你也要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借着夏家路他的这个见证，我要为电视机前面无数的朋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电视机前面有很多人看了这个节目，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开他们的心，让他们重新再看自己跟主的关系。主啊，你为了爱我们舍弃了你自己的生命，你为了爱我们你重新的复活。主啊，真的是你活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夏家路他自己全家有平安有喜乐，主也求你把这份平安喜乐赏赐给电视机前面的每一位。我恭敬地为他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朋友，真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愿上帝赐福你。